第九题，我们再说一到十五题都很简单，甚至没有什么意义。第九题问：无色的碳酸钠 Na2CO3 水溶液和无色的氯化钙 CaCl2 水溶液混合后会产生白色沉淀物，此白色沉淀物的化学式为何？那么这其实我们上学期就已经教过了。我们碳酸钠加上氯化钙会产生氯化钠跟碳酸钙。上学期说过了，碱土族的碳酸盐跟硫酸盐会沉淀，所以我们会产生碳酸钙的白色沉淀。所以第九题问我们说，此白色沉淀物的化学式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CaCO3。